叫刘玉玲，民国79年8月10日出生。我喜欢游泳，也喜欢跑步，因为这些兴趣很特别，也很好玩。好啊，大叔，我叫玉玲。之后就是一个看不见听不到的先天性多重障碍的孩子，父母亲不知道如何教育他，只好把玉玲送进启智班。不过幼稚园的老师却发现玉玲的智力正常，只是无法与人沟通。7岁的时候，玉玲来到台中的惠民盲校就读，这里是她学习与外界沟通的起点。16岁时，玉玲进入台北的启蒙学校，开始另一个阶段的学习。好了啊，帽子戴好，赶快坐上。1、2、3、4、5、6、7、8。1、2、3、4、5、6、7、8。周末的清晨5点，启明学校教导游泳与田径的罗教练带着视听障碍的学生来到游泳池集训，因为几天之后将有一场专为身心障碍者举办的游泳比赛。刘玉玲是学校的游泳与田径选手，因此每场比赛她都是全力以赴。玉玲和同学之间使用手指语来交谈，因为肢体的接触是她最重要的沟通方式。她的感受是，我只要浮在她上面，就是说他要预备了，我们要跳水。那我手放掉的时候是他要跳水的时候，就是鸣枪的时候，是用我们的肌肤的接触。在刘玉玲来说，他现在的跳水已经有比较好，是可以跳出去。他刚起先是不敢跳，是用蹲的跪着下去的，半蹲跪开始下去。现在他已经有跳出去，但是跳的还不够远，他还要多练习。保特瓶的作用是什么？敲得比较不会痛。那为什么要敲它？因为要让它感觉是，给它的感觉是说，我再滑几下就是要到了，它要转身。是你觉得今天玉玲表现得怎么样？她的学习态度哈，实在是真的很好。那个精神啊，是可以当同学的表率。哇，这次没转到，我叫他再转一下，因为他这次在那里被挡到了。因为看不到也听不见，教练只能透过手指语来指导玉玲游泳的技巧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不过教练回想起刚开始不会手指语，两个人根本无法沟通。一开始啊，我不太手指语不灵通的时候哈、啊，我只要跟他比波，他就生怕我不会，就是重力敲，然后波就是重力按，我都跟他讲你太重了，我的手会痛。也是闹了差不多有1个多礼拜，我们之间没办法很快的融入，所以我那个礼拜里面一有空，
我就把那个点字板啊，还电脑上面的那个资料啊，全部拿出来，一直比，一直比。你等一下，有蝶是去养是回蹦。罗教练的要求很严格，对玉玲也一视同仁。为了让玉玲认识游泳池和周边的环境，建立安全感，罗教练必须要一步一步带着玉玲亲自走一遍。我是带着他去认识这些环境，先用走的，再认识游泳池，然后才开始给他漫游，慢慢的去认识这个环境。除了游泳，他也是一个田径好手。不过看不见跑道的玉玲需要由罗教练带着跑步。教练透过两人手上的陪跑绳，借由绳子的拉扯，让玉玲明白跑步的方向以及冲刺的时机。要跑400，预备跑。这时候是转弯，所以我把手拉高。现在是直线，我们的手是拉直的。平常他们的陪跑绳是只有两个圈圈，然后为了要让他的手比较不会受伤，所以我在上面打了很多个结，让他的手比较，他的宽度比较宽，还有这种绳子要有一点弹性，他手比较不会痛。我们平常要跑这个操场是先用走路的去认识这个操场的那个跑道有多宽，还有它的那个弹性，都是用先用走路的去认识操场，然后才开始跑。